好的，又来到上课的时候了。今天是8月5号，2023年哦。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氢气水对身体的好处。还有一些人不认识我是宇威公司的高级讲师。我在宇威公司6年多了哈，时间过得真快。你看现在已经8月5号了哈，说很快就9月、10月、11月、12月，2024年就会到来了。OK，好的啊，今天晚上的课题呢，我相信对大家或者是对某些人都蛮新的，因为氢气水，关于的氢气水嘛哈，所以我们多了解一点啊，可能我的分享方式跟其他的老师们会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当我讲完课过后，大家都可以发问哈，发问，OK，好的。我不给大家看这个 video 了哈，直接进入课题了。OK，好的，首先先跟大家讲这几个字免责声明。OK，本讲义上的资料全提供参考，不得视为最终医学建议或指导，不应仅根据此信息的内容作为使用本公司产品的决定。相反，读者应该咨询适当的医疗专业人员，了解与他们的健康和福祉有关的任何事项。简单说啊，有病还是要看医生，OK？但是我个人建议啊，不要只看一个医生啊，咨询2位到3位医生。现在的病症的真的很复杂哈。今天我在报纸看到有一个病啊，很特别的，几乎你没有听过的。这个关于到缺少蛋白质的刚刚好最近我也解答的一个问题，也是缺乏蛋白质，身体可能无法真的可以吸收这个蛋白质很奇怪哈，这个是属于遗传病了不多在这个世界是真的不多哈。OK，不去讲那个。什么病了哈？OK，好，我们进入课题。OK，氢气水对身体的好处。OK，我们多了解一下关于到水先哈，水哈。OK，第一水是生命之源。OK，我们一定要有水哈，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哈，不容忽视哈。我们是不能够缺水的，人体有70%是水分啊，人体有70%是水分。人体如果膳食18%水分时，即会感到不适，就是不舒服；而膳食20至25%时，就会产生就对生命带来危险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喝不足够水。到底我们要喝多少水呢？你去上网找多数都跟你讲8大杯啊，也有的是讲到16杯哈。我只可以跟你讲比较准确性的哈，没有100%对的，准确性的就是你的身体体重，比如说你是60公斤，乘30就是1.8L，你要喝的水。记得每一个器官都一定要水，每一个细胞都一定要水哈。所以，如果你有运动，你可以乘40，就是60乘40，你可以喝到2.4个里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喝水哈，喝3到4个里的，反而没有真的被细胞吸收到，他还感觉到时常口渴。或者是甚至头疼等等的问题为什么简单说，真的细胞没有吸收到水分。我曾经处理过2位都是女性都是有一点点年纪，都是每天喝3到4个里的但是她都是感觉到口渴，时常头疼说这个问题我问她怎么喝水。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喝水是灌水，我不鼓励灌水很多专家说，你要喝水最好是坐下来，慢慢的喝，慢慢一口一口的喝。
而不是灌水哈，灌水反而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肠胃系统不太好的人，他们就会什么感觉胃胀很不舒服。你看喝水喝到胃胀很不舒服有没有？啊，我相信如果你有肠胃系统问题的，你可能会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哎，好的，我们先了解器官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78%水分嘛，啊，人体器官你可以看到是我们人体真的很复杂。我们了解大概一下啊，我们的身体需要多少水分啊？不是所有器官我讲到一些罢了啊，主要的器官。第一，我们讲的肝脏啊，肝脏含水比例是68%。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肝脏需要68%的水分啊，肝脏需要水分才能分解肝糖，储存能量，因此缺水时就会缺乏能量。想要吃东西，特别是甜食，这也是身体发出需要肝糖的信号了。OK，你可以看到啊，肝脏需要水分来做什么？分解肝糖。所以说，它需要的肝脏是我们的人体啊内器官是最大的器官，然后它是最操劳的一个器官哈，它可以这么讲啊，解毒啦，任何的营养合成啦，也做储藏室等等等等，非常重要。OK，所以说你的肝脏好不好，有时候你要去验血看一下啊，有没有啊。胆固醇过高，坏的胆固醇过高啊！如果坏的胆固醇过高，可能你好的胆固醇也高，还没问题。如果你是有三酸甘油脂又高啊，你又是一个问题了啊！除了这个以外，肝脏好不好，你也要看你的肝脏这个指数 ALT 啦、AST、GGT 这些，你都要去注意一下。啊，验血啊，没有讲100%准，但是，因为我每天看很多验血报告，今天早早就看一个报告了，验血报告。但是看验血报告，要真的要花时间去看，而且要每一个去看一下，然后注意这个重点有问题的一些的，把它写下来，然后要解答。解答问题啊，是否验血是否是100%准呢？也以西医的角度是相当准，但是没有办法讲100%准。OK，我只可以这么讲啊，只要血液走过的地方就会留下痕迹，就是有出问题，它就会可能就会有一些的痕迹了啊。皮肤啊，给、OK, 皮肤。啊，皮肤含水比例72%啊，发现哈，皮肤的含水量关系到皮肤的屏障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皮肤中的角质层的含水量低于18%，就会让皮肤的角质层受损破坏，无法发挥对外的防护能力，产生干燥、敏感、脱皮、粗糙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整个身体，最外层的保护我们的就是皮肤了，所以很多人你可以看到皮肤干燥，有没有？我们讲干燥啊，皮肤好啊，我们讲很粗啊，很粗。当然，我们皮肤一般上是讲28天换一次的嘛，说皮肤层有3层、4层，甚至更多啊层哈，看不同部位的。但是呢，我们讲最重点是这里讲的啊，皮肤需要水分72%。说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会老化退化，可能会有皱纹出来啊，可能啊是因为胶原蛋白不足啊，可能是因为晒过容了，可能因为退化了很多皮肤的一些的问题哈。所以说，最近我们又出一个3MM 的喷雾的啊，那个很棒的一个产品来的啊。这个产品其实我也认识很多年了啊，但是越来越先进哈，科技越来越发达，所以说不同啊，更加的好。
啊，说鸡肉含水比例73%，啊，鸡肉含有73%的水分啊，你知道吗？鸡肉需要水这么多，鸡肉不是含有蛋白质就够了吗？哎，为什么还需要水这么多？啊，若一个人的肌肉量多，相对的体内水分也会高，营养运输和新陈代谢率也会提升。哎，而脂肪中大约有18%是水，所以呢，体脂脂肪越高时会使体内的水分比例越低。如果一个人肥胖，脂肪太过多了，哎，说他的水分可能会降低了。如果你相对的你是一个肌肉男，你需要的水分更多。这里讲什么？73%哈。哎，大脑，哎，说比例是含水量啊，需要的含水量是75%。只有许多研究结果发现，水含量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和情绪。若体内缺水时，注意力、记忆力、反应速度以及正向情绪都会下降。而补充水分后，视觉注意力。短期记忆力会进步，也会感到比较快乐。OK，这里必须要告诉大家，你可以看到现代人很多很情绪化，有没有？很多很容易发脾气。当你情绪波动太大，或者是某某人惹你生气，或者你很某一件事情导致你很生气的时候，如果你有肠胃问题的话，我跟你讲，你有胃酸倒流，胃酸涌出来更加多，你那时候真的很不舒服，更不舒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必须深呼吸一下，好好的坐下来，那一大杯比较温的水。现在不讲清汽水先了，比较温的水，你慢慢喝，慢慢喝，你会感觉到你整个人呢舒服了，你不会感觉到哇很满胀，很不舒服那一种感觉。OK，所记得这一点啊，这个可以调节情绪，所以你可以看到现代的很多种癌症，2天前我。一天里面解答3个都是癌症的患者，我跟你讲，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跟情绪很大很大很大关系。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情绪最近很不好，脾气很不好，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调一下你的情绪啊，必须要做到。OK，我们再看下去，心脏含水。79%，心脏中的水平衡能够维持心跳的稳定。换句话说，若人体缺水时，会使心跳比平常更快，使人产生心悸的问题。OK，如果你真的属于脱水的现象，我相信你都明白了，可能心脏比平时跳得快。我们马来西亚北部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是很热很热天，小孩子在于缺水状态下脱水而死亡，有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人体没有水分OK，说脾脏大概占了76%，肺脏占了79%。哎，血液，OK，我们讲血液因为我不能够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时间不足血液含水量83%，所以说我们任何运输在身体里头的血液运输、营养运输所有的运输到整个身体一定要靠血液，血液里头的水分占了83%，说在毛细管和组织际。外在环境进行物质的交换，例如全身组织、细胞与肺、肾、皮肤之间各种物质与热量的运输。此外，也保持体内环境的恒定性。血液会缓冲一
些酸性代谢产物引起变化。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颗细胞都会排，就是代谢东西哈。说产物是否会被带出去？说很多时候很可能呢，很可能细胞里头的残留的很久的惰性水未必真的可以排出，所以导致细胞那时候可能不健康啊，因为我们整个身体全部都是细胞做的啊，记得每个器官都是细胞做的啊，每一颗细胞都需要水分，但是要有进要有出啊，所以说我们要喝水，我们要排尿啊。啊，我们吃东西可能残渣就是变成粪便要排出，说有进有出。哎，尿液在我们喝水的时候，我们喝下去，你知道多久才会变成尿吗？以专家的算法是30到45分钟。哎，你喝水喝了过后30到45，但是这个尿液不是马上要排出，它会停留在哪里？尿袋，等待差不多了，它会身体自动的啊，会 signal 告诉你的脑，哎，你要去小便了。所以那时候要去小便，最好你要去小便，不要憋尿。很多人憋尿憋出问题 ，OK？ 所以你看验血报告就很准 ，urine famine。知道这一个人有没有尿道感染看得出的，有没有血尿、血蛋白，有没有全部在血，就是血验血里头都可以一清二楚的看得到的。如果更加严重的话，医生都会跟你讲，更加进一步去做实验测验或者是验血啊，他会告诉你的。OK， 啊，有问题等一下问哈。OK， 好，肾脏含水量83%，肾脏的功能是维持身体水分的平衡。哎，记得哈，肾脏的功能是维持身体上的水分的平衡。水是人体不可缺的物质，但是多余的水分常常变成要命的毒药。啊，若肾脏没有排出水分时，又维持正常的饮水习惯，维持水分累积到肺部，造成肺水肿而死亡。OK， 所以说如果肾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肾功能你可以看到在验血报告里头看哪里？你看 eGFR 有没有？我现在在跟大家讲，因为有很多人叫我教导验血报告。教导我说不能够教太复杂了，我只可以跟你讲，点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eGFR 你也可以看这一个人他的肌酸酐指数多少，也要看他的尿酸有没有痛风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所谓的肾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是 urine 分泌再看清楚，然后也要看 MCH、MCHC 这一些看一下。他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判断出来这一个人的病是到哪里的？哎，他肾脏出什么问题？所以说喝水不能够过量。我刚才前面讲，喝3-4 liter 好吗？你没有真的被细胞吸收，又停留在体内而变成惰性水、毒水哈、就肾又出问题了啊，那时候就麻烦了啊，可能你。你都知道肾病的人没有洗肾他一定是水肿了啊，脚肿腹部肿啊，可能水肿是因为肾脏可能也有肺的问题啊。 OK， 说、so, 淋巴含水量是 94%， 来我们不讲，来我们讲眼球 99% 含水量。所、so, 以我们可以看到眼球、是人体含水量最高的器官，内部的水晶体、玻璃体和防水、这一个我们整个眼球，你看看到很多人眼睛出问题，现在很多出现所谓的不只是白内障、白内障是一般上都退化、但是很多是
患上这个 glaucoma 就是青光眼，一患上青光眼啊，没有好好处理哦，告诉大家很难解决的啊，尤其是到我这个六张的年纪哈，60岁的年纪哈，如果没有好好照顾眼睛的话，就很糟糕啊。我戴的眼镜是有防蓝光100% 的，为什么呢？要防蓝光，我每天用的电脑电话，我跟你讲啊，超过很多很多人了。啊，我是很多个小时那一种啊，哎，好，大家已经了解大概你的人体器官需要多少水分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今天晚上再告诉大家一下，你的人体需要70%水分啊，如果缺10%水的话，你已经感觉身体不舒服了。如果超过20%，可能要你的命了。OK，所以说这些要注意一下啊。所以说不要觉得不喝水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钟南山。钟南山2019年过，他是非常出名啊，世界都知道啊他了啊，科学家啊，因为这个 COVID-2019 哈，说钟南山院士在一次的关于兴奋子医学与肺部疾病的问题探讨采访视频中提到。兴奋子医学是一个新兴的板块，哎，兴奋子是很新的啊。说兴奋子主要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作用，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哎，抗氧化，什么是抗氧化？啊，什么是？我简单讲，你今天你要防，不要让这个铁钉生锈，你要怎么做？涂油了。你切了苹果几十秒后，你可以看到苹果，哎，变成有一点褐色，你就知道啊，已经氧化了。你要怎么做？你可以镇海盐，或者是你撒柠檬，你就可以啊防这个所谓的进一步的氧化。但是时间过久了，它也是会氧化的啊。OK，啊，油会氧化吗？也是会呀。啊，高温过后，或者是接触空气久了，也是会氧化的。兴奋子主要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特别是对一些自由基离子啊有清除的作用。所以我们讲自由基，等一下我们会来到这一块哈。我们知道很多疾病，包括肿瘤、炎症，都是一个慢性的炎症过程。这个炎症的机理哈，对生理的机制是氧化应急反应。哎，这六个字，氧化应急反应。哎，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肿瘤，我们讲癌症，肿瘤引起也是细胞发炎引起，就是氧化的过程啊。所以说我们讲氧化应急反应，而且这个氧化应急反应常常是产生自由基离子而破坏机体的组织，或者是使得机体异常增生产生肿瘤。所以说，抗氧化作用一直是当前热门的题目啊，有一些药物啊，乃至各方面的，但总体来说还不是很成功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兴奋子它可以帮助抗氧化，它可以什么？哎，让自由基阻止自由基不要进一步的破坏。你看一颗肿瘤啊。专家有研究出来哦，一个肿瘤大概1个 cm，最少要用10年，10年才可以长大一个 cm 哈。说我们人其实不容易中癌症的，但是我前面讲很多人中癌症，不只是食物关系啊，很多是情绪化、脾气啊。你看啊，曾经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说什么呢？一个人发脾气、发起脾气的时候啊，这个机器测试他的红血球细胞，它会爆的。啊，你可以看到几公里哈，所以说你的血压本来哈都有高血压了，已经白试了，一起发脾气的时候，跟人家吵架的时候，飙到160、180，砰，可能就倒地了，哎。那种性质哈，OK，兴奋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兴的工具，从某方面来说可以说是抗氧化一个药物。你看，他把它称为好像是药这样的做法了。
啊，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OK，好，清净水对血糖高或者糖尿病啊，糖尿病我这边我没有删除掉，糖尿病写了2次啊，糖尿病患者有帮助吗？我告诉大家是有的啊，刚才我们的这个Lim 哈已经讲哈，他的朋友50多岁啊，有血糖高还是糖尿病没关系，我只可以跟你讲。啊，他自己测试吃榴莲又怎么的？隔天血糖没有高反而低啊，就是喝了清气水了啊，血糖没有高反而去降低了哈，就是是一个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喜讯哈。说活性清水中所含有的清素电子啊，可让胰岛即吸收。容体哦，恢复正常机能，改善糖尿病的症状。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血糖高或者是糖尿病患者，胰脏系统开始出问题了，或者是无法正确操作了。啊，所以天气可以有办法去影响啊这个所谓的胰脏系统，慢慢的。当然，我们的天气水这么好。但是问题是，嘴巴也要控制一下啊，知道自己有血糖高、糖尿病了啊，要 stop 一下，控制一下，好好跟自己讲。前面第6个月，就是前面的6个月第一个阶段，啊，一定要很严格控制，然后再进入第二个阶段的6个月再调理啊，会越来越好。啊，我们身体是这样的，你给他毒吃，他中毒了；你给他好的营养，完整营养，当然完整营养不是过量，肉类过量，什么什么不要，什么都不是，不要过量，哎，所以就会慢慢调回来。哎，好，清净水对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患者有帮助吗？哎，好。活性清水中所含有的清素电子可以防止不饱和脂肪酸和活性氧介相结合成过氧化，直至不饱和脂肪酸，令高血压病得改善。OK，我跟你讲，我读了很多报告，那一些人有高血压，或者是血脂高，或者是脂肪肝，等一下我也会讲哦。哎，如果你喝。清气水，我是要讲的是什么？浓缩的清气。哎，如果不够浓缩，效果比较不够好。哎，我们等一下再探讨啊。哎，好，清气水对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啊，我们讲记忆力衰退，我们都会老化退化，我们需要 Omega 3，对，没有错。哎，但是清气水对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对。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症啊，失智症有帮助吗？有，哎，不是我讲的，大家可以上网，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很多一些的报告看啊。说含氢的水能使受活性的氧影响而减低的神经细胞的繁殖能力恢复，从而引致记忆力的减退。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这一个氢气哈，可以啊去什么影响而减低神经细胞的繁殖能力恢复啊，这个有一点不可思议啦。但是这个就是专家一直在研究的啊，研究的啊。好，氢气水可以改善睡眠吗？啊，失眠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失眠容易导致身体不健康。看起来不仅是疲惫，处于长期睡眠不好状态下，容易衰老和导致许多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我跟你讲啊，一个患者如果睡眠质量不好，修复也差啊。我每次讲 A、B、C，同样的问题，年龄差不多，A、B、C 啊里头哈，A、B 可能吃全部啦，吃的营养都一样了，但是。A 啊，偏偏输给 B、C 的恢复能力，为什么？A 可能就是失眠啊，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可能也情绪化等等等等问题啊。所
这里要讲一下，如果一个人睡眠不好，他喝清净水有帮助吗？哎，以专家的研究啊，哎，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专家的研究。2014年日本大阪实立大学啊进行了一项试验，26个人，13个女13个男，这26个人专家给他们喝水，喝两种水，一种是清气水，另外一种是普通水，但是他没有告诉 A 是喝什么水， B 是喝什么水，总之是你喝水就对了。 OK， 所以平均年龄大概 34.4 岁啊，以4个星期的试验，4个星期我们讲28天，大概饮用的水素浓度啊 0.8 至 1.2 ppa， 你看它的 parts per million 很低罢了，喝 300cc， 喝 300cc。 另一组的测饮用包装一模一样的普通饮用水，所以在双盲的测试中，两组都在喝不同的水。4个星期后，利用上述提到的皮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衡量，结果发现饮用富清气水的组别，其 PSQI 就是皮斯堡总分明显下降，代表睡眠质量提高了。这个就是他们测试的。另外的研究发现，饮用富清水的组别在4个星期后，其睡眠时的交感神经活动有明显的减弱，证明睡眠质量也提升了。 OK， 所以我所听到的了啦，我所听到的，最近以为很多人在喝清净水，很多人睡眠不太好的很多告诉我什么都是哇，之前没有这么好睡，睡眠很浅的，好像我妹妹睡眠很浅的，我可以一觉到天亮。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可能另外的人喝了清净水反而睡不着的，有吗？有。什么原因？各种原因。我告诉你，很多东西是关于到情绪，关于到生活的压力生活的里头的点点滴滴而导致但是很多如果用这个日本他们测试是对提升睡眠的质量真的是有帮助的，有帮助的。这个是什么？这是癌症，对癌症患者有帮助吗？活性氧活性氢，活性氢水中，含有的活性氢的电子负离子可以阻止癌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使之改变成与普通细胞有同样的寿命的细胞。我们都知道癌症患者，你可以看到验血中 tumor marker 可以 CEA 125 CA 19.9 PSA 等等等等的癌症，你去验今天这个癌指数只要没有超标，没事的。为什么？我们身体本来就有自己的癌，本来也有自己的自由基，但是只要没有过量，没事，没事。但是已经患上了重癌症了，可能第一期，他要跑到第二期，我跟你讲，有时候是很快的。第二期过后到第三期到第四期可能更快了，你要马上很快的去阻止它，怎么去阻止？有时候不容易，从食物中，从生活调整，情绪调整等等，你可以加上喝清气水。清气水这边解释是什么？它可以阻止癌细胞无限制的分裂，因为癌细胞分裂，你
你们不懂，你们有看过那个视频吗？关于到癌细胞分裂，很吓人的。你看到它的分裂的速度啊，我跟你讲，很吓人的啊。但是呢，清气水它可以阻止它，啊，不要让它分裂这么快，分裂这么快，可以吗？啊，当然，我告诉你哈，已经是调整一下情绪了啊。啊，食物调整啊，生活习惯全部要调整。OK，前列腺，这个是男性的问题。哎，前列腺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哦，它主要功能是在精液中产出液体，并为精子提供营养。前列腺的发育是受男性荷尔蒙睾丸素的控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男性，尤其是我到了我这个年龄，很多发生前列腺增生。就我前两个礼拜刚刚去验我的关于的前列腺的啊，就是还有其他癌症，so far 都 very good 啊，touch wood 啊，everything good，因为我们都知道，男性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面对这个问题啊，我读给大家听几个 point 啊，几个 point 学习一下，哎，说。清气水对前列腺患者有帮助吗？OK，我们先了解一下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有哪一些哈？哎，频率啊，就是小便的频率。OK，刚才我前面讲啊，喝水过后大概30到45分钟成为尿液，会待在这个尿袋，等到足够了，哎。就有便啊，就是小便的尿意啊，会通知脑部，告诉你会去小便了。我们大概啊，专家算出来大概1个小时多到2个小时之间，是可以要上厕所。可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的时候，可能1个小时里面小了好多次的。啊，你就要去注意了，OK？说、so, 有紧迫感，感觉更想要小便，一直想要小便，啊，或者是夜尿，一个晚上3、5次，哇，糟糕了，影响到睡眠了。所以说，如果你们有喝清气水的水漱水瓶清气水不要在晚上开始喝，因为影响到睡眠了。啊，因为你喝清气水，可能尿液特别多。有一些人告诉我从来没有小过这样臭的尿啊，从来没有哈。喝了水漱水瓶的清气水，小便尿液特别臭，有吗？有哈，所以这一些都是看个人哦，身体的问题啦。OK，尿流微多哈，尿流微多就是等于讲，你可以看到小孩子小便，男性占住的小便，小孩子是射哈。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不是的，地在地底下，年纪大的就明白了哈。OK，间歇性的尿流断断续续，用力排尿要挤尿，要挤尿啊，有一些人便秘的要几遍几遍，哇，非常辛苦。啊，说开始排尿时困难，排尿结束后滴尿，啊，滴在裤里头啊，膀胱有排空不存的感觉，就是感觉到还有尿，哎，另外是晚期的前列腺增生，哎，说由于尿液通道受阻而导致经常发生尿道发炎，哎，UTI，urinary tract infection。这个发生多数在女性比较多，所以说女性千万不要憋尿，男性也一样不要憋尿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你都知道你的膀胱它的 muscle contraction 是比较差的。我告诉你啊，不小心有一些人就哈啾，哈哈，啊尿液就飙出来，甚至粪便都飙出来的都有。我告诉你，这个是有经过的人他才明白哈。OK，还有膀胱结石啊，尿液带有血液，哎，这个就验血就可以看得到，无法排尿急性啊，这个就要马上去找医生了不可以等了OK，好，
关于到脂肪肝，因为很多东西很复杂，我只是跟大家讲一点点啊，讲一点点哈。脂肪肝哈，分为酒精肝、非酒精肝。酒精肝就是喝酒啊出来的哈，产生的啊。非酒精肝是后天性，你吃很多杂交性烤可能导致脂肪肝。根据脂肪变性在肝脏累积啊，记得哈。有轻中重三种，超过5%就是有脂肪肝了，所以说我一般上看验血报告，我大概知道他有脂肪肝了，但是我不能够测肯定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仪器测试嘛，一定要交给专科去测试嘛，所以说如果有超过10到25%，就是中度的。超过25%就是我们讲，油包肝，也有的油包心，有没有？所以说这些都是专家分裂出来，轻、中、重，OK，5%是轻哦，10%就是中哦，25%以上的是重，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你喝氢气水，有没有啊帮助？日本动物试验结果证明，氢能显著的改善高脂饮食诱发的动物脂肪肝，说连续给动物喝氢水，能大大减少糖尿病、脂肪肝动物发生的原发性的肝癌几率，减少脂肪肝的严重程度，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只要喝氢气水有1200到1600以上的，OK，然后复电位 MV 就是减400到以下，pH 值是4到18%，不是18%，pH 4到10之间说一瓶能顶普通氢气水的5瓶效果更加理想。然后如果一个人有患上脂肪肝，他要喝更加浓缩的所谓的氢气水，效果比较显著，比较好啊，这个就是专家的测试。OK，好，这里许多喝氢气水患者的反馈高浓度氢水能治疗脂肪肝，不是我讲的，不能够讲治疗，但是这是专家测试的。日本动物试验结果确实证明氢能显著的改善高脂饮食诱发动物脂肪脂肪肝连续给动物喝清水能大大减少糖尿病脂肪肝动物发生原发性的肝癌的几率，减少脂肪肝病的严重程度中国学者也发现清水对脂肪肝有治疗效果，以色列学者发现清水改善脂肪肝有剂量依赖的关系所以说他们都是跟着临床了28天，这里呢研究论文发表Clinics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说这个是欧洲著名的青医学研究学者Surgeons 说他们的研究。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都是讲28天，这里另外测试12个人五男七女，也是28天，说都是讲到对所谓的脂肪肝有效的，好，肾功能呢，CK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有效吗？也是有效的OK，我只是带过一下。这个密密麻麻的小小的字，就是所谓的研究的一些的 reference，说不同的病症他们研究告诉你亲戚对这个病、这个病、那个病、那个病有它的效果。总之，简单讲，我们身体需要的就是水。你可以看到宇宙宇宙。关于到氢气大概占了80多个%氢气，
我们的人体呢，大概一般上正常人是63% 的氢气，但是一个亚健康的人，我告诉你，他的氢气降到低又低多少个 percent，没有办法给答案。OK，好的，氢气水与自由基的关系啊，我曾经有讲过啊这个课题呢，但是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自由基到底是什么？自由基又怎么样的产生？对人体又造成什么样的伤害？OK，我前面有讲啦，自由基我们人体是可以制造的，但是不能够过量啊。说其实人体也必须具备一些自由基作为基础的预防、抵御疾病的武器。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做到啊。就是预防和抵御哈，就是病毒。哎，当人们遇到细菌、微菌、病毒侵入时，人体内的防御系统会通知吞噬细胞啊，准备应战啊。于是啊，吞噬细胞经由相关的酵素催化，产生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哎，以清除细菌或者是受感染的细胞。意思就是哈，人体必须具备一定量的自由基作为预防、抵御疾病的武器。所以一般而言啊，人体体内的自由基应该是处于平衡状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我们人体自己都有自由基，但是保持一定的分量。OK，但是如果过量产生自由基，就会引起自由基连锁反应而造成疾病的产生，说自由基过多就产生问题了。哎，好，富经水中的氢气进入人体可以快速清除恶性自由基，哎，阻止自由基破坏细胞，并利用氢分子氧化还原作用。与恶性自由基结合就是 MV 啊，我们的 minus 啊，说结合后变为无毒无害的水排出体外，能够很好的促进新陈代谢。你可以看到一颗细胞可能虚弱状态，我们都知道它要让它还原，氢气是可以有足够能力去帮助到的，哎。说自由基简单讲哈，就是少了一颗电子，少了一颗电子，它要去偷，它要去填补自己的不足。但是呢，填了过后会稳定吗？稳定不到。OK，所以我每次用一个形容哈，形容词哈，比如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生日宴会。生日啊，生日 party，birthday party 啊，你邀请了50对，包括你自己，你跟你的太太，或者是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你邀请50对去到酒店啊的请吃，然后 ballroom 里头有音乐响起，跳舞之类的啊，然后。突然，某某个朋友，你没有通知，还是你忘记通知他？他来了，他听到你生日，哎，怎么没有请我？他自己来，他是男性朋友，但是他来的时候没有带女性朋友，没有带他太太，怎么办？他来的时候他一个人，他怎么做？哎，你的太太借我跳舞一下，你的女朋友借我跳舞，他是不是变成？影响到这个配对的，说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做？你赶紧打电话啊！如果是他是单身男生，你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女的来参与，哎，参与的时候你跟他配对一下，他就不会搞搞砸了，他就不会捉弄其他的 partners 了，或啊，就是说所谓的你的舞伴了啊。OK，所以说。你要做加减的配对，就会让这个自由基稳定下来。所以说，氢气就是有足够的这样的天然的能力去做到这种的工作。哎，说，因为我们身体属于亚健康，我们很多问题，你要怎么去处理？你吃很多保健品吃了，
我也会讲这个题目，就是营养与清水，有机会大家听一下，因为我要让大家分析更加清楚啊，人体的需要，因为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水素水平神化它，不能够的啊，你要让大家知道啊，所情绪很重要，营养也很重要，哎，好。自由基产生的因素，你可能喝酒喝过量了，喝酒是好，但是不能够过量，药物过量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吃药一天吃10多、20多克、30多克都有的。哎，食品添加物，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食物中含有的化学物质是目前我们很难去解决了。哎，还有生活压力。导致的自由基、空气污染、空调问题的，空调你如果家里的空调，你可以换新的，可能有负离子的，哎也不错啊。负离子多高啊？这个我不知道。或者是你家里，你时常睡觉的时候点精油，或者是你的家里放一个负离子被单啊，枕头也可以放一下哈。尽量避免电脑或者电话啊，这些都是会制造自由基，然后制造老化的现象。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也是会产生自由基，制造自由基，呼吸也会制造，吃饭也会制造，发脾气制造更加糟糕，抽烟更加糟糕。哎，OK，咖啡过量摄取也会制造自由基，作息不规律啊，时常迟睡熬夜啊。不是迟睡，很早睡，早上1、2点睡，那一种不规律哈。然后化妆品的所谓的可能很多的重金属，很多的化学物质不知道，哎，然后紫外线这些都会产生所谓的自由基。OK，好，你可以看到紫外线辐射啊，这个汽车的尾气啊，污染。啊，压力、垃圾食品等等在攻击我们，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保护能力，你的细胞就不会受害的。说、so, 细胞膜大概50%是油做，我们要的就是好油，Omega 369 A1。维他命 A1 是抗氧化剂，来保护这个 Omega 369，同时后 A 对眼睛很好，E 对血管、对心脏、对皮肤，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延缓老化都很好啊。所以说，我们讲你的细胞膜，首先你需要接近50%的369，OK，所以你要有一个保护。同时，你又有喝清汽水，保护更好咯。哎，好，不清水素水是什么？离我们的身体最近的好水啊，综合活性氧就是自由基，具抗氧化作用，水分子团非常小，吸收速度快。为什么它的 H 就是 E，H 度就是二，你喝进去。哪里都可以去的，我告诉大家，你喝很多水未必在市场很多不同机器的水，不代表不好，很多清洁水不代表不好，但是可以去到所有的细胞吗？啊，这个你要考量一下。哎，所含丰富的富氢分子的水，这个是重点啊。然后神奇富氢水的七大点哈，选择性的清除。OK，它会选择性的自动化的，你不用去担心它，好的细胞也去呵呵去杀之类的，去搞搞长长的哈，不会的哈，会自动化的啊。然后抗氧化、抗衰老、安全无毒副作用，这个是肯定的。哎，极佳的组织扩散能力，打入各个的发病部位。啊，它就是可以渗透，就对了。任何地方，啊，这个细胞有问题啊，它就进去，啊，去做工了哈。
还有预防技术哈、啊，与其他预防的技术手段啊联合运用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在这方面可能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可能你有吃很多保健品或者是某一些，它会有帮助更大。可能有吃很多保健品，细胞未必是吸收得到，现在可以吸收得到，加强它。哎，说激活有助于健康的信号分子 ，OK， 然后保护细胞膜和生物膜，这个是其他特点。哎，所以说啊、你们大家都可能有吃维他命 C 啊，还有很多的抗氧化，我就讲维他命 C 就好了，最普通。维他命 C 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分子哈、哦，176倍啊，维他命 C 早在应该是十多个世纪的时候，16个世纪的时候已经发现到有维他命 C 了啊，就是某一组的军队哈、啊，就是在水上哈、啊，他的军队就没有生病，是因为吃了水果。原来那个就是维他命 C， 那个是这个课题我会讲了，另外你都会讲了。哎，所以维他命 C 176倍的分子啊，今天你吃维他命 C 真的是可以被你细胞吸收到吗？啊，这个是重点了。你吃很多保健品，真的可以被你的细胞吸收到吗？这个是重点。所以今天如果你配打一下清水一下，啊，又不一样。OK。所、so, 我们要讲的强调是这一点、啊、OK 好，你喝下去你可以看到人体示意图说、啊 so, 两个 H 一个 O 坏活性氧说、so, 富清水、啊、好活性氧说、so,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H2O 两个氢一个氧就是水嘛说、啊 so, 今天你喝多一些的清水进去，很多的 O 坏的 Black黑色的哈，就是所谓的坏活性氧，就是自由基，它可以跟你拿掉，或者是细胞发炎的，它跟你修复，哎，是我们看不到的啊，但是你喝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哎，氢气它很容易啊，氢很容易到脑部的啊，但是很多你喝的水未必可以到脑部 ，OK。我告诉大家真的哈、啊、所以说你如果你的血液啊里头有足够的氢，心脏帮病的话很快就输送上去了啊，哎 ,OK, 所以这个是刚才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啊，好啊、因此呢氢气呢啊或者是氢气呢啊对于这些症状呢有明显的啊帮助了哈，疲劳、失眠、便秘、头疼，还有心肌梗塞、哮喘、糖尿病、动脉硬化、过敏等啊，还有神经疾病啊、痴呆啊、痴呆症啊、不精神症、脑梗塞、癌症预防治疗。其实在网站你可以去找啦，大概有1000多篇讲到这个他们的。针对这个氢气水啊，针对这个病症啊，就是他们的临床啊 ，OK 啊，这个大概跟前面的差不多一样 ，OK 好，这里哈、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不能够现场做 demo， 这个 demo 是关于到自由基啊，就是一滴等于100 ppb， 就是可以做得到。就是说把自由基杀掉也好啦，或者是综合掉也好啦。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不懂你们可以听到声音吗？如果没有听到你们看荧幕就好哈。
OK，谢谢大家的观赏啊。简单说了哈，这个 tester 就是代表自由基啊，自由基在我们身体很多很多可能啊，说你今天喝进去水，它可能杀，或者是一些细胞它可以还原，它就还原啊。但是有很多啊研究了哈，告诉大家很奇奇怪怪的研究是。有时候专家都无法去解释的都有啊，但是这个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讲，不能够夸大讲，不能够神化它啊。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周边的亲戚朋友们，你要介绍给任何人，你问他很简单的话，你说你一天有喝多少水？来。比如说，他讲，哎，我一天喝不到两三杯啊，你就要鼓励他，哎，然后你也可以问他，啊，你有喝氢气水或者你有听过氢气水吗？啊，他可能都没有听过啊，你要跟他解释一点东西啊，然后直接的做 demo，刚才的 tester 做 demo，然后压这个五分钟，滴一下，五分钟电解。就是1500到3000 ppb，如果是呀，滴滴两声就是3000到6000 ppb，哎，就是浓缩，哎，说电解过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水泡，气泡，啊，说电解完了，它灯灭了，你就压上面的，哎，说你要吸氢气，就是这个盖里头这个。开关要开一下，然后你插这个所谓的啊，掰进去啊，吸管进去，你就直接的电解的时候吸。我是鼓励，如果你有吸氢，我每天都是吸1次到2次啦啊。哎、啊，我自己本身试验过了，不懂是不是巧合了哈？不懂是不是巧合？刚好那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很不舒服。有一点咳，小咳，我马上去做电解10分钟就吸，吸了过后马上就没有咳了，我就有一点点神奇了啊。说如果有气喘病、有肺问题的啊，或者是有气道管问题的，鼓励他吸氢气。如果有脑部有中风的、有失智症的、阿兹海默症的，不只是喝，你可以叫他吸，吸。专家讲哈，甚至效果比喝氢气更加好。但是我们吸也没有办法吸太多，我们最多电解10分钟。如果那一个人的肺部已经是比如说损坏一边了，还是怎样，一定要靠那个就要去买那种特别的机器，就是专门制造氢气的机器啊，以后会出来。啊，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就没有出现，就直接的用吸氢呢，可以吸1到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喝清水到底是喝多少杯呢？如果你没有喝过，我就可以跟你讲，没有喝过的，鼓励你，我个人的建议啊，鼓励你第一个礼拜电解5分钟先。让你身体去适应，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情况到怎么样。因为喝氢气水或者吸氢气水，喝有反应的，不同反应，每个人不同反应的。哎，所以说电解5分钟，一个礼拜过后，第八天开始啊。然后才10分钟或者5分钟，10分钟5分钟这样，吸氢你一定做10分钟，一天2、3次都没问题的，啊，说一天喝5、6杯，但是不要啊，你一拿到这个哇，听到这么好，你就马上电解，你一天喝10杯，我跟你讲，你肯定会有一些状况反映出来的，哎，这里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所以说，你要少一些慢慢的调理的反应，你就5分钟开始啊，不要太过急。好，好，
我们的品质呢，简单说，它是 driven 就是食品的材料哈，就是好像奶瓶的这种安全性的，但是我们是属于比较厚，它不是玻璃，看起来好像玻璃，但是不是玻璃哈。OK，然后呢，它是日本科技的，哎，所以浓度呢就电解5分钟是1500到3000。电解10分钟3000到6000，你可以细，它可以双用了啊。然后有很好的还原的电位，就是让你的细胞恢复啊快速，就是550到620那种哈。啊，充电呢，第一次充电可能就3个小时多哈。我们的安格力破纪录啊，充电4个小时，大家，它都很特别啊。第二次过后，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充完了。USB 充电很简单的哈。OK，一盒里头记得啊，插头是在盒底下。最近大家有看到那个视频啊，以为怎么没有插头，其实有的哈，全部有啊。你们要一定要读那个说明书，怎么去清洗等等的，你们一定要读的哈。OK，然后呢，这一个。电解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哎，怎么会有漏水？其实它是泄压，因为氢气在里头制造氢气，它氢很浓缩的时候，如果没有泄压，它会爆的，要记得哈。所以说我们的测试是送去澳洲啦，我们有 FDA 批准啦，我们有1000万责任保险啦，这些都是讲到安全性。让大家用的安全啊，小孩子可以喝吗？可以喝，不要喝5、6杯啊。我就可以跟你讲啊，可能你给他适应一下1/3、1/6这样，看小孩子多小到多大了啊。这些都要自己去拿捏。OK，一般上成人5、6杯一天没问题。你要喝到10杯，如果你的 size 是我2倍的，你喝10杯不是问题。哎，因为你需要的水分量比我多，哎，所以这些都是要考量在内啊，要知道的。好，如果你还没有购买，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啊，我们一个就卖89，别的公司甚至我那天去石雕湾听，哇，某某人买一个3600，等于我可以买我们4个哈，89。如果你是会员，你已经会员了，你还可以回扣一个。100马币哦，这个是很越来越便宜啊。如果你有做制度的话，更加便宜。如果你买20只，他就送4只，9只是送2只，6只是送1只哈。这个鼓励大家了啊。如果你有买20只的4只送出来，做 rolling 了哈，尽量啊！我告诉大家，不要讲，哎呀，你是我谁要便宜买？你要叫他便宜，你就叫他进会员就对了啊，跟着配套走啊，这样的话，这个水素水平的价值是，我们水素水平的价值比人家我可以讲品质比较好。当然，电子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有 defects 嘛啊，如果有任何可能问题的话。跟公司沟通，客户咨询沟通，去换呢，还是什么的啊？这些我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好，我的课，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话，都可以发问哈。好，我现在 stop recording 先。